三斤半，秒一个。大模子，哎呀，全是这个造型。今天吃它啊。见没见过这造型呢？双击啊，够不够用？我靠！我又回来了，野外撸串，必须是小烧烤。帮我整。你别噎了，吃你的。那噎啥的？吃你的啊！嗯，俺俩一起吃。直播必须都吃了啊，因为我有打手。嘿嘿，黄。长腿抱一个。原味大鲍螺，是个原味的啊，浇上海鲜汁儿，呀，浇多了啊，哎呀，二斤半一口又来了，直接干了。深度开背，像毛海鲜汁儿，里边是这个造型的，特别鲜啊！面包我就俩俩的吃，因为啥呀？就这个条件嘛。必须是熟冻马黄。海鲜大咖走起来啊，直播全吃了，必须都吃了啊。我先来个虾脑。烤没烤好我不知道，但就是嘴馋。喂，小龙虾继续造啊，小虾来，我还是吃我的虾脑。啊，面包得吃熟冻的，为什么？因为黄多呀。我有象拔，你有酒吗？海鲜汁儿。哎，嘎嘣脆。油泼象拔棒必须是麻辣的，上！哎呦我去！哎呦开嘴了，上！开钳子视频呐，没保存住啊，大鸡腿。造两口大馒头，面捏的，嗯，嗯，嗯，
作为一个户外烤肉，麻辣的必须得是这个。来吧，老铁们啊！产地撒哈拉大沙漠，纯野生瞎溜达的猪，不瞎溜达的我不吃啊！而且呢，必须是纯猪肉，没有淀粉的，要么我不吃。像娃娃，我还得俩俩的吃。哎，哎。哎呀，高品质大开背来了。嗯，太香了。这牙膏啊，属实没玩好，它挺滑呀。破破，独臂男神来了啊！来他！龙虾还得是母的，而且必须是麻辣的，但是瘸腿的我不吃，必须是母的满黄。干就完了。小光头，报保安不要双击。